摄取一些所谓高油腻的食物，导致下食道括约肌的张力变得比较松，就容易诱发食道逆流的症状。目前抑制胃酸最强的一个药物，那对于大部分的病人其实效果都蛮不错的，都蛮显著的。建议先从蛋白质的食物先吃，例如说黄豆制品类，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胃部的张力。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智慧人医守护爱，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陈少智。有一些观众朋友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会觉得胸闷，那有就是火烧心的感觉，更严重者，你已经睡着了，却被突来的一口酸水呢所吓醒。好，那这种情形呢，可能你就有胃食道逆流。那根据台湾的一份统计报告，在30年前呢，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的人呢，大概只有5%，那现在呢，已经有20%，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人呢，就有1个人呢会有这样的困扰，可见呢，这个有这个困扰的人事实上是相当多。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特别为您邀请到肠胃科肖医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慈济医院肖宗贤。营养师苏小姐。大家好，我是营养师苏怡君。以及我们的病患大德熊先生。大家好，我是熊伟志。我们一起来探讨胃食道逆流这个主题哦。那除了三位贵宾以外，一如往例由台北慈济医院医师群所组成的接call in团队，在这段时间接听你的电话医疗咨询，欢迎来电。第一位感染科彭明业主任，胃肠科检查室陈建华主任，一般外科赖建文医师，放射诊断科徐文庆医师，护健科刘建廷医师，以及妇产部曾伦娜医师。首先哈，我们还是请教一下肖医师哈，是不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什么是胃食道逆流？那为什么会造成胃食道逆流？是，胃食道逆流就是指说我们胃的胃酸或者是一些胃的内容物逆流进入食道，那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胃食道逆流的发生的原因，目前认为可能跟这个下食道括约肌的功能有关系。那下食道括约肌就是位于这个胃跟食道中间这个一个带状的构造，那它最主要的生理功能就是在阻止这个胃的内容物跑上食道里面。那一般而言，在我们吃完饭后，可能偶尔会发生所谓的生理性逆流，那通常时间都很短，也不太会有什么不舒服。但是如果在这个吃完饭后1个小时以上，或甚至在不是吃饭的时间，或是夜间，都能有这种逆流的状况的话，那这样子就可能是所谓的一个胃食道逆流了。那造成胃食道逆流症的因素呢，除了一些体质啊、遗传的因素，那另外跟生活习惯还有一些饮食、药物也有很大的关系。那很多因素可能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影片，看医师怎么样来诊断还有治疗胃食道逆流。你有窥嗅性异髂啡导致无法专心工作的问题吗？这些是胃食道逆流的典型症状，但是还有一些民众出现像是咳嗽、喉咙吞咽有异物感、蛀牙等非典型的症状，以致寻医方向不正确，延误治疗契机，造成更严重的并发症。可能甚至会造成食道的黏膜缺损，甚至溃疡。那也有一些人会甚至会出血。那长时间的胃食道逆流也有可能导致食道狭窄，同时它也有可能会增加下段食道发生食道癌的一些风险。要早期发现，正确诊断，医师会先依症状评估，再透过内视镜检查了解食道黏膜受损的程度，再进一步投药治疗。金离子帮补抑制剂啊，它是目前抑制胃酸最强的一个药物。那对于大部分的病人，其实效果都蛮不错的，都蛮显著的。那一般治疗的疗程，一般大概需要1-2个月的时间，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控制的效果。胃食道逆流复发率高达70%以上，病患除了药物控制，还必须透过饮食调整，减少发作机会。我会建议先从蛋白质的食物先吃，例如说黄豆制品类，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胃部的张力，就像我们刚刚的瓶子，把口稍微锁紧一点，那减少我们胃食道逆流的产生。餐餐八分饱，选择正确蔬食，也能让你胃食道问题逆转胜。熊先生，是不是请您回忆一下哈？那您当初是怎么被有什么不舒服哈？最后被诊断是有胃食道逆流的。当初其实没有发现是胃食道逆流，是因为每次吃太饱、吃太快，是好造成呕吐，然后之后会喉咙痛，然后去看耳鼻喉科，
然后一直很不舒服，一直到健检之后才发现味道已经灼伤了，才是发现胃食道逆流的原因。是，那肖医师是不是再给我们详细补充一下，到底胃食道逆流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典型的症状就是因为胃液的一个逆流，酸液跑到口腔里面，那可能病人会有一些口中酸酸苦苦的一个不舒服。那另外，如果食道受到刺激，可能就会有一些灼热闷痛的一个不舒服。那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火烧心、灰熊心。那当然，也有一些病人是以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来表现。那例如说慢性咳嗽，还有一些人是因为这个胃酸刺激到喉咙，像刚刚熊先生提到的这个喉咙的不舒服，称为所谓的咽喉逆流，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异物感。咳嗽，还有一些沙哑、声音沙哑的情况。那假如说胃酸跑进气管里面造成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像气喘或甚至肺炎的情况。那甚至有一些严重的病人，他可能会造成一个口中的蛀牙或者是鼻窦炎。那因为这个火烧心的感觉有时候跟这个心脏缺氧的症状有点类似，所以有一些病人一开始可能会以为是心脏或胸部的一个毛病。不过诚如主持人刚开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率越来越高，那民众因为这个电视媒体以及广告的宣传，其实对这个疾病也越来越有认识，那很多第一线的医师也开始注意到这个疾病。所以其实目前我们门诊上其实也常常会有一些病人是由其他科的医师，像耳鼻喉科啊、胸腔科或心脏科转介来就诊的。是，症状相当多了哈。是，那营养师有没有人在做这个营养咨询的时候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业务，那因为业务他晚上常常要喝酒，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嘴巴很臭，那尤其他吃完饭后，因为他吃饭很快嘛，业务很忙，他吃完饭后之后他的嘴巴臭的状况越来越严重，那甚至他说他整个打嗝起来，那个味道叫做酸气冲天，很臭很臭。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会吃一些例如说口含定、口香糖等等的，可是吃完也没有改善，他就想说是火气大，那就买一些保肝药啊，然后那种降火气的药来吃，然后也没有改善。那因为他的腹围比较大，所以后面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们营养咨询。那当时的时候首先就请他应酬的时候请他饮茶代酒，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就顺便请他，例如说减重，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跟享受食物的味道。那过三个月之后复诊，他原本是减重嘛，他说奇怪，我不止瘦下来了，而且我的腰围也变瘦了。那除此之外，他的那个胃食道逆流，就是他的嘴巴的那种恶臭都没了。其实他不是肝不好，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那请教一下肖医师哈，刚刚我们 VCR 里面有讲到哈，如果这个食道逆流没有去治疗，有可能造成食道癌，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就是说，要造成食道癌有没有一些什么先兆？我们这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可能就是提醒你要去看医师了。是，慢性的胃食道逆流，尤其是长时间的一个胃酸的刺激，的确可能会导致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那可能会导致食道溃疡或者是食道狭窄。那如果长期的发炎，甚至会导致食道下段的黏膜发生一个细胞的变性，那就会发生所谓的巴瑞氏食道的病变。那因为巴瑞氏食道症是一个癌前病变，它是食道腺癌的一个癌前病灶，因此一旦发生巴瑞氏食道症，那病人未来发生食道癌的风险就会开始提高。那因此我们建议，如果患者他的食道逆流的症状频率超过一个礼拜三次，或者是这个时间长达半年以上，那我们就会建议病人要来就医，甚至可能要做一个胃镜的一个评估。那另外，如果病人的是以一个非典型的症状表现，因为有可能跟其他科有一些相关的疾病问题，那也建议要找医师来做一个更详细的评估。那提到有刚刚有提到一些像癌症的部分如果您有合并一些像吞咽困难，或者是体重减轻，或者是消化道出血，那这样就要考虑是不是同时合并有其他像肠胃道肿瘤，或者是像这个溃疡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也是需要赶快就医来做进一步的评估。是，那那个熊先生，您已经接受治疗好像一段时间哈，那已经治疗多久？那现在觉得如何？现况是如何？就是我健检过两次，两年前三年前健检过一次，然后有胃食道逆流发生，但是有治疗一小段时间之后，觉得没什么大碍，就不治疗了。一直到最近。去年健检之后发现食道灼伤更严重，所以才开始好好吃药。因为再像这样，我有比赛铁人三项，那比赛运动中常要吃东西，我没有时间让他呕吐，所以说就会
像吃了药之后就比较不容易呕吐，然后吃东西也比较节制了，所以说状况也稍微比较好一点。是为了这个铁人三项哦，就接受治疗哦。那刚刚有提到过，好像因为不是很规则的治疗，所以时间好像拖长了一点。那请问一下肖医师，那我们这个胃食道逆流哈，到底要治疗多久？那有没有根治的可能？是对于大部分的患者，一般如果接受两个礼拜正规的标准药物治疗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患者他的症状都可以获得明显的改善。那食道发炎的情形在内视镜下也可以明显的一个愈合。那不过后续就要看病人的症状，还有考虑他的一些危险因子来做评估。有一些人可能就要再接受更久的一个维持的一个治疗。的确在一些对于这个胃食道逆流是不是能够根治的问题，有一些文献的确研究发现，有一些大部分的病人在停药以后，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症状或者是一些复发的问题。因此有一些专家认为，其实胃食道逆流它可能是一个慢性病。不过假如接受正规的治疗，然后再配合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一个调整，例如说像刚刚熊先生有提到他做了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其实绝大多数的民众都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控制。那当然我们临床上的确也碰到有一些比较困难治疗或者是反复发作的病人，那这时候就一定要跟医师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因子啊，例如说过重要减重，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要怎么样来做调整，来跟医师做好好的沟通讨论。是，那刚刚肖医师已经提到过这个习惯，生活习惯，那一定是跟饮食有关哈，所以请教一下这个营养师，在饮食上，这胃食道逆流的人要注意哪些的事项？好，其实啊，我很喜欢上人他说一句话，他说餐餐八分好。饱两分助人好，其实餐餐八分饱它真的有道理，因为它可以避免我们胃部的快速扩张，那而且可以它减缓我们胃食道逆流的症状。那此外的话就是细嚼慢咽，我很喜欢跟患者说一句话，享受食物的味道。那除了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会避免吃宵夜啦。那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特别会针对所谓的腰围肥胖的人，例如说在我们荧幕上可以看到，例如说男性大于35.4啊，女性小于大于31.5，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测定方法，就是如果女性的裤子她连 XL 都穿不下，男性 Double XL 的裤子都穿不下，通常你的腰围就已经过宽了，那也就是腹部肥胖，我们就会建议减重。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如女性很喜欢穿马甲等等，我们就会建议避免。那除此之外，像平躺的时候，很多像包括熊先生刚刚会说，他容易逆流，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你无论男生女生，你把手跟头跟枕头这样去垫，大概是一个手掌的距离，那你就可以有效去避免你胃食道逆流的产生。最重要的是戒烟戒酒跟少咖啡。是，那除了这个饮食习惯以外呢，其实食物的选择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段 VCR 的介绍。暂停，才让旅行有了意义。整个城市就是我的咖啡馆。你不是在忙吗？在忙，也要跟你喝。一句句经典的咖啡台词，透露出喝咖啡已经变成许多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根据康健杂志统计，台湾每人每年平均喝120杯现煮咖啡。这是一个饮料的心态，跟一个自己觉得会提神，一种精神上的那种感觉。没有喝的话，我会觉得很不习惯。有一件事没有做到，对，就是已经习惯。浓郁咖啡香让人难以抗拒，就像喝白开水一样自然。但是不要小看这些咖啡，如果长期喝咖啡，一天超过2杯，你就很可能造成胃食道逆流。假设我里面的胃酸原本1/2，咖啡因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的胃酸增加，所以它可能变2/3。那你在你的松口变松，而且你的胃酸量变多的时候，如果你经常喝咖啡，那就会导致你的胃食道症状加剧。胃食道逆流主因是介于食道与胃部之间的喷门括约肌功能障碍，导致肌力减弱，引起胃部内容物逆流到食道。吃完饭后超过1小时仍然有这种逆流的状况，或者是说跟吃东西没有关系，不定时会有这些逆流的状况，那这个造成病人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我们就可以定义这个叫做胃食道逆流症。
饮食西化以及饮食习惯的改变，让胃食道逆流的病患大幅增加。当心你吃的食物种类和习惯方式，都可能让你加入胃食道逆流的病友行列。讲到喝咖啡，现在大概已经很多人的这个习惯，那 VCR 里面也提到过，其实喝咖啡会造成胃食道逆流，是不是请肖医师跟我们解释一下它的道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咖啡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咖啡因本身这个成分，它本身就可以刺激胃酸，那另外它也会导致这个贲门的这个下食道括约肌的张力变松，那所以就会导致这个胃食道逆流的状况。那另外如果说你的咖啡是加糖的，那本身糖甜食这个本身就会造成胃食道逆流的症状。那如果你又是喝 latte 再加牛奶，那尤其是你是加高脂全脂的牛奶，那因为脂肪本身它本身就会在胃里面会导致胃的排空减缓，那这个会让胃酸的分泌时间增长，也会导致这个胃酸的逆流的时间增加。所以可能有很多个影响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是那么多的因素会影响，所以难怪会这个胃酸会增加。那除了咖啡以外啊，营养师还有哪些食物呢有可能会导致让这个胃酸逆流会更加的严重？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图卡。那其实在这个图卡上面那么多，我们大概记得三个一个口诀，就是高糖、高油、高脂。那为什么像刚刚肖医师说的很好，脂肪它本身会延缓我们胃排空，那高糖的食物的话，它其实它会让我们直接刚刚有说我们那个括约肌那一边的话，它会直接松弛掉。所以很多人会说那我为什么吃甜食会容易胃食道逆流，因为它本身就会让我们这个地方扩张。那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人会说那我水果到底可不可以吃，因为水果是酸性。一般而言我们不会建议患者说你不能吃水果，你只要水果饭后吃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有的人会说那我这样多吃蔬果有益我的身体健康，他就会吃很多粗纤维的蔬菜，例如说芹菜啊、笋子啊这一种。可是其实我们这种食物就会比较建议他避免。那除此之外，例如说我们刺激性的食物，酒精、浓茶、咖啡、辣椒有的人他喜欢吃生蒜，这个时候他会觉得这样子好像有消毒的效果，其实我们会不建议，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刺激物。那有的人会说那浓茶我喝淡茶行不行？一般而言如果是淡茶的话，适量我们就可以接受。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叫养生之道，就是过甜的食物包括巧克力啊、甜点，因为它里面它一定有很多的糖类跟脂肪，都会造成我们的胃部的症状做加剧这样子。是那简单来讲就是酸的、甜的、油的，然后茶啦、咖啡这个大概都会刺激胃酸分泌那刚刚有提到过说有一些粗纤维的饮食，因为一般的印象好像粗纤维饮食是会有助消化的，这个也会导致我们胃食道逆流更严重吗？一般啊，像我们所谓粗纤维就是非水溶性纤维，它比较硬，那我们吃进肠道之后，它可以让我们的大便让我们粪便的体积扩张，促进我们排便。但是如果我们胃本身就不好的时候，其实会增加我们胃部的工作量，那造成你胃食道的状况更不好，这样是。那苏先生，您是这个有这个当事者，然后有这个经验是不是再回忆一下当初啊，你在有这个食道逆流的时候是哪些情况呢？容易有这个现象？那你现在有什么改变？哪些情况呢？就是睡觉不好睡，常常有时候要靠着东西才能睡，而且靠很高。然后几乎是可以说是这样子坐着睡觉了，然后吃饭就吃太多呕吐嘛，那就是为了这种事情很麻烦，所以才会去好好吃药。那像我很爱吃甜食，而且我运动时间又比较长，拉长时间去运动，那你叫我运动中间不吃东西，我可能没有力气，所以我就是开始补充一些能量果胶、能量果冻，甚至香蕉这种东西。那我能把我的体力拉长，因为我们运动时间大概可能到8个小时，就是不中断这样子运动。那吃了药是真的状况比较好一点，这样包含吃东西下去都不容易产生呕吐。是，那在这一段这个治疗的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很难得我们医师啊、我们的营养师都在这，要不要有请教他们的？我是想问营养师，像我们这么爱吃甜食的，有没有什么特别方法，就是说可以在可以吃甜食的情况下，我又可以
避免食道逆流？一般而言哈，我们其实正好图卡有，嘿，图卡，对。好，一般而言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蛋白质的食物。我这样讲好了，刚刚我们在 VCR 里面有说，我们水瓶这边有松掉。那为什么不要吃甜食？哈，甜食的话，一般它高油高脂，我让我这边的水分增加，然后这边的口又会打开，所以胃食道逆流的症状会加剧。那什么样可以让这边酸紧一点？就是先吃蛋白质的食物。有时候我们会请患者说，例如说，我们先吃吃一点，例如说蛋也好，豆腐也好等等的食物先吃进去，之后你再去吃适量的甜食。但是你甜食不能吃太多，因为它一样会造成我们的一些症状还是会出来。那除此之外的话，例如说，我们的例如说我们一些食物的话，就是刺激性的食物的话，就是尽量不要吃。像我吃香蕉在运动，好像就对胃食道逆流比较不容易产生，是不是有这种效果？因为我们其实会经常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多吃一些水溶性纤维丰富的食物，例如说燕麦哦。紫菜，我们一般而言，蔬菜吃起来有点黏黏糊糊的食物啊，它的胶质会比较多，那它就可以，例如说我们水瓶里面的话，让它比较糊一点，它就不容易溢出来。对，谢谢。哼，是。那请教一下肖医师，那除了这个饮食以外，您在看病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的因素可能要提醒一下病人，可以去避免这个胃食道逆流加重？像有一些病人就是原本的症状改善，但是可能他最近的工作压力变大，或者是工作的时间变长，那他的症状就会复发。所以其实压力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时代，所以我想病人也需要一些疏解压力的一个管道。那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很重要，刚刚营养师已经有提到，我们要不要暴饮暴食。那还有就是说，尤其在睡前两个小时尽量减少再吃东西，尤其是吃刚刚这些容易刺激的食物。那像熊先生一开始就有所谓的一些夜间逆流的症状，我们躺着姿势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个胃酸逆流的状况，所以这个饮食的这个时机还有饮食的习惯的确是相当的重要。是，那营养师是不是再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因为好多好像好些食物，好多食物都不能吃，那这样会不会营养不均衡？其实啊，营养不均衡，我觉得胃食道逆流的饮食它是一个养生之道。例如说，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在吃东西的状况下，我会建议全谷类的食物代替我们的精致糖类。例如说，我要吃早餐，我很急，我可能会吃一些什么饭团啊之类，可是它那个都是精致糖类，甚至吃蛋糕。这个时候我们会宁愿你吃一个全麦的面包、全麦的吐司去代替你的精致糖类，甚至是蛋糕等等的。那此外，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喝酒跟碳酸饮料，因为主要的话，我们会怕它会整个溢出来。那还有刚刚肖医师说的，全脂牛奶等等的。是，那我们知道哈，这个除了很少数是因为体质哈，大部分都是因为饮食习惯，这个作息不好所导致的胃酸逆流哈。只要我们能够掌握，吃清淡一点啦，那不要吃这个暴饮暴食，这样呢，其实就可以免除它的这个困扰。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